大家好啊，那么2022年很快就要来了，今天是小年，我呢自己出来放点鞭炮啊，辞旧迎新，感谢大家一年来对我的支持，新的一年呢我也更加努力啊，做更好的节目给大家，祝大家新年愉快。
呢在这儿冬天啊放点鞭炮啊，在老家啊，一会儿吃点豆包啊。春节很冷啊，外面啊，零下20多度，放点鞭炮。